请我吃饭，学校前面的拉面店就挺好的，来这儿多不好意思。哎，那儿有小桌子，要不咱们换到那儿去吧，这占的空间太大了，有点别扭。大桌子自然有大桌子的道理，谁说就咱俩？你还叫谁了？来这儿。你叫陈旭来干嘛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他叫你的。什么事儿啊？我是觉得吧，既然要合作了，好多事情就得说明白。说呗，现在人都到齐了。谁说人到齐了？林阿姨。喂，你。妈。林阿姨。你们好。阿姨，我这人呢，说话做事一向比较简单，习惯有什么就说什么。我觉得您和陈诗韵最近对我误会挺大的，所以想跟你们澄清件事儿。我跟您儿子一点暧昧关系都没有，我们俩就是普通同学。与其说呢，咱像之前那样僵在那儿，让误会越来越大，还不如说现在就把话说明白。我态度表完了，该你了。怎么没关系呢？关系挺大的呀。妈，班里同学都知道，我最讨厌的人呢，就是男向玩女士，水火不容啊。阿姨，清楚了吧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好，点餐。这顿饭我来请吧。没事儿，我叫您来的。你们都是小孩子，有大人在，当然大人请了。啊，那也行，您请就您请。你们看看喜欢吃什么，诗韵看看。嗯，对，别客气。您有什么忌口吗？我没有。哦，随你们。好，要份烧鸭，菠萝油。